陈心意，你有毛病啊？你怎么总给世奇惹麻烦？要不是因为你，世奇怎么会受伤？对不起。你对不起什么？你也是受害者，要追责也是主办方的问题。要不是因为世奇，这次受伤的就该是他。哎，你妹妹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医生，我未婚夫怎么样？大家放心吧，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没事。不进去吗？他没事就好。小池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又对蒋世奇动心了？我让你处理的是花小池，你为什么要伤害世奇？是他自己愚蠢，他要救花小池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不可以伤害世奇，你要是敢伤害他，我就把当年的事情抖出来。陈心怡，你敢威胁我？你要是敢伤害世奇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经理，这一次的事故舞台灯有人为损坏的痕迹，但是监控却坏了，没有拍到凶手。华春妹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次多亏了你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小师姐，你放心吧，医生说经理这个伤一点也不很严重，非常严重。我是为你受伤的，徐副总。经理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找好居家照顾的保姆了。华春梅，我受伤的不仅是我的手臂，还有我的内心。你看啊，那么大的一个舞台灯掉下来，多可怕呀！我现在可是身心俱损，你必须照顾我。经理，有我在呢。我能抚慰你这受伤的心灵。你工作都做完了，客户都谈完了，策划都写完了，都做完了呀。啊，我可能还有一个 PPT 没画完，我就先走了。我看你也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蒋世奇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？要不要我去叫医生？没事，不就是伤了一条胳膊吗？就算没有医生，没有保姆，没有砍人，我一个人也可以。谁说一个人就必须要有人照顾呢？你别动了，我答应你，这段时间我会照顾你的。华春梅，一言为定。蒋世奇，照顾就照顾。为什么要让我穿这种衣服？挺适合你的，我觉得。你滚！我的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是什么？哎，个人隐私。我看看。不能看，不许看，不许。我看看。哎。打开窗帘，让阳光洒进来，白色的裙摆调侃着我百无聊赖。你笑得像小孩，让我快坦白，有什么隐瞒我傻笑着说不出来。难道我的线索全都被你猜，计划要被发现的我有一点点不安。快快快快快快！我赶紧掩饰我那